爱生命电视台。接下来请收看长老发育。扁舟虚空法界定的题啊，咱每个人都记住的，咱那个法题跟佛无二无别的法题，让我定不下来，这题不显现，要定下来了，题显现了，跟法会菩萨等觉菩萨了，现在还没这个力量，每个人量我们懂得了，我们要去修发菩提心，将来我们也能得到，得到这个量，他的智慧同于佛力，能够产生不假分别不假作意，那叫无作无相无为，无作无相无为，这叫什么呢？自然会，法体本具足的智慧。一切众生都具足如来智慧的德相，不假修正，何劳恳起？这其他经论上说的啊。因为我们现在不能起作用，什么原因呢？迷了。迷了的本相，这种道理啊，我们给我讲个方便来显示。人很清醒的，你看他一帮喝酒的啊，喝酒的，坐那儿喝酒的时候都很清醒的，赶一会儿喝醉了，不清醒了，胡说乱说什么的，为啥迷了？就是妄中之妄。是迷了，或者吃一种药力迷了，或者病苦折磨的发高烧胡说迷了，这个迷了还是把这个妄都迷了，何况咱们对真呢，入这个定啊，能够显现你的智慧跟佛力同的，跟佛一样的，一切众生都具足这种智言的智慧，现在迷了，迷了景了，起了情了，不过在这人间还表露，经常啊说人这个人有正义感有感情，在佛教可反对这个，这个感情是迷的根本了，不是好东西，情不是智啊，智慧就不同了，那你有情没得智慧了，失掉智慧了，咱们经常说人说干什么事啊，说你理智一点，不要感情入事，说得很好听，他就说话时候他就在感情入事，叫人家理智一点，不要感情入事，他在说这个话他就是感情入事，就没有理智，懂得这个道理了你就知道了，我们虽然具足了自然的智慧，跟佛无二无别，迷境情起，把现前境界迷了，所起都是情，一有情了攀缘无欲，本来无障的，自心起自障，堕了就叫众生啊。这种定，同佛身相名号现前力，所以法会菩萨那么多的法会诸佛，同名同号，这是显什么呢？
显那个法身的本身的自身清净无为，一切诸佛的法身智慧啊合了，所以四千诸佛乃至佛刹微尘数那诸佛同名法会，都现在法会菩萨定前。因为什么呢？智慧去慧，智慧诸佛的智慧跟法会的智慧契合，法会的知见同佛的知见，所以诸佛跟他同名，名为法会。而且数量非常多，好多诸佛呀，千佛刹为神数，表示每一切众生的智慧升起，智慧降低，智慧在修行当中的过程当中，就有万佛刹这么多，微尘这么多。这是在诸位啊，到后头讲十相位了，就不是万佛刹了，百万佛刹微尘数，加一百倍。我智慧上升，跟迷失的情节，那现在咱们有好多烦恼呢，就这么说，就这样对峙的。你悟了刹神的佛国，迷了刹神的烦恼。因为定能够跟诸佛契合，契合佛的知见，就说我们看什么问题看法跟佛看的相同，因此法会菩萨入这个定，感到诸佛的加持，诸佛加持他，令一切众生呢闻这个法，看着法会菩萨入这个定，不起怀疑。令入位的人说，实信满了入住的位的人，心得难闻，心得难闻。毗卢遮那佛以之为师，师弟加持，法会是佛的弟子，就是毗卢遮那佛加持，这是毗卢遮那佛的本愿。神力加持，法会菩萨他跟毗卢遮那同一神力，自己的善根加持，自修方便定。因为在这个本相一身法界没有一个定，没有个不定，所以说是方便，在体上没有这一说，是因为立身说这个法的方便，这叫善巧，那叫方便，而入这个定，这本有的智慧。说在楞伽经上说，楞伽常在定，没有入定，没有出定，没有什么注定。这些显法为了利益众生，说方便善巧，从本智慧而升起的。因为这一法跟十方的诸佛，就来那些个微尘数那些个法会诸如来同故，都相同，所以都叫法会，没有什么障碍。这个电影就说明了生如来家是真佛子。对，咱们现在呢
假名佛子，不是真佛子啊。受了三跪的都入来如来家了，那个如来家跟那食肉菩萨入来的如来家不同啊。我们说没见着法性的本体啊，还没悟到自己的本体呢。如果能入这个殿，生如来家，这才叫真佛子。为什么呢？以佛的智慧力而生的，以无作为定的体，显他本的智慧。咱们就是解释八个字啊，说了这么多，是不是我们能够明白呢？彼菩萨住，我今当说，就说是菩萨住。现在所解释的就是菩萨住。这是一种解释，还是简料的解释。看看法会菩萨解释的，法会菩萨自己有解释，就解释菩萨住，解释这个菩萨住。什么叫菩萨住？怎么样住？看经文啊，诸佛子，菩萨住有十种。就讲菩萨住啊，有十种，过去未来现在诸佛，不说三世诸佛吧，过去诸佛已经说过了，菩萨有十种住，现在诸佛正在说，未来诸佛有当来诸佛，当来也如是说。法会菩萨跟在会的大众说啊，诸佛子啊，菩萨有十种住，三世诸佛都如是说。何者为十呢？哪十种呢？初发心住，自地住，修行住，身贵住，具足方便住，正心住，不退住，同真住，法王子住，灌顶住，十名菩萨十住，未来现在诸佛所说，过去诸佛不说了，现在诸佛跟未来诸佛都如是说。就说三世的诸佛，他所证得的佛果，都因为十住而因而成就的。这个十住是因，过去诸佛、现在诸佛，还有未来未成诸佛，都是因十住修十住的因而感的佛果。如大王路发而昌归，这个菩提道啊，这种的昌归啊，都入是同说，那就一个一个解释吧，就是只是标明了发心住，一个一个住解散。那么这个十住的因，怎么样成就的佛果呢？是因为十住的因发了这个心了，而叫修啊。这个大王路啊，是指佛说的啊，大王指佛说，周发菩提心，行菩提道。菩提道就是大王路，
是佛的道路。法而常规，这是自然的，一切法都是，是同说，一切诸佛都如是说。发心咒，皆是发心咒啊，是善根人，他的进取，一柱一柱的修行，啊，十柱，在他从他住出住的时候说，是经过实现，寡修一个信心，修了一万劫。一万劫那是一亿万年，有人算过，假如说一个小劫，一个小劫的时间嘛，就是从人的寿命十岁，一百年争一岁，一百年争一岁，争到人的寿命84000岁，这一争，再减劫，再一减。从84000岁过一百年减一岁，过一百年减一岁，从84000岁减到人的寿命10岁，在这一增一减为一个小节，一千个小节为一个中节，一千个中节为一大节，就三大个成几节，就是小中大。那这一万劫，你算这个年限，这一增一增一减一增一减，这才是一个小劫。小劫数到一千个，那叫是十个一千个小劫，那叫一个大劫。那你算这个年限好多吧？这一增一减。我在美国，他们有的道友拿电子来算过，有年限的，那后头那个零可多了，都是亿万万万年，就是。所以这个时间是很长，所以在《华严经》上讲啊，时无定体，依法上立，没有一个体，没有固定的，就说。法是什么呢？依你的心，你的心现在一念发心，超过了无量大劫。一念心可以验成无量劫，无量劫回归一念心，这也是华严义。所以善根的人乃至求佛果的上进的人，他的发心的时候，或者经过一劫，或者经过两劫，那时候是行慈信心，实际上就是信三宝，相信三宝常住，说相信般若波罗蜜多的法门，84000般若波罗蜜多法门，84000就是所修行的，所修的一些法，那么能够实信的满了，行实信心，相信满了，如果胃不退了，这个胃呢就是住空性胃，空性胃，说这个住啊，就是住着空性胃，那么在人王护国经，在大乘起行论，就是一万劫，接着说十千劫，十千劫就是一万大劫，修行信行，
满了，才能入到这个发心住位不退。其实这个一万劫啊，不是固定的标准呢啊。有的人呢信了佛了，他就能直接正念真如，直接就能修行。这刚一信佛，或者遇到华严经的净行品，梵行品、普贤恒愿品，他跳跃的，三级跳的，那像善财童子，他没经过啊，这一生啊，半劫也没经过啊，一生就成就了，这是位不定的，这是指一般说的，或者在一个佛所，或者在无量佛所，或者经过一劫的时间，或者经过两劫的时间，乃至很长时间，修行实信心，信什么呢？信常三宝常住，咱们信心就是信三宝，信佛、信法、信僧。相信佛法生三宝，假如住持三宝，要相信自己的自体三宝。这个信心指着相信自体的自心三宝，自信佛法生，不是向外求的。什么叫信心呢？信你这个心，自己的现前的心，就是佛。换句话说，就信你自己的法性，信你自己的具足的一真法界，与佛无二无别，就建立这么一个信心。这是理。在修行信心的时候，我们大家都开始啊，刚开始皈依三宝，不皈依三宝不能成佛弟子，受了三皈了，那五戒呢更深了，五戒啊、八戒啊、十戒啊、250戒啊、348清戒、十纵戒、48清戒啊、六纵啊、28清戒啊，这都全算上，这才是有信了。信了必须得受三皈，其他的戒不说，三皈必须得受。皈依佛，在你受三皈时候，师父会给你讲的，相信自心的佛。皈依法，相信自心的法。皈依僧，佛法，佛跟法合合，就是僧宝，相信自心的僧宝。这是修说信心。这信心咱前头讲了，发心了，从信心，从信心开始讲的，信满了才入住。这个要相信自己，自己的佛法生三宝常住的，不论你轮到哪一道去，你那是剁老鼠啊、剁蚂蚁啊、剁什么、剁堆微小，你的三宝还在，自信三宝永远在的。这是解释发心住，发心住是从你实信心、信三宝、学般若位法门、修一切行、修一切法，能够悟得了，进入空界。住是住的空啊，这个咱的梵行品要想
要讲，上面是讲空的，数的空间，不要把一切法当成实有的，一切诸法入幻入梦入水泡是影子，这个心满的时候，因为咱们是讲住啊，心满的时候呢，入了初住了，是未不退的了，不退到六道轮回，直至成佛了，未不退，发起了大心，这个发菩提心的前头讲了啊，刚才讲的，说这叫发心住。发菩提心诸如来讲，三种的发心，执心正念真如，要解一切诸善心，大悲身心广度一切众生，这就信成就了发菩提心。因为这个住叫发心住，一发现就住如来家，如来总性。第二呢，就是智地住。智地呢，地是指啥？心呐。凡是说地的，经上所说地的，都代表你的心呐。咱们念《地藏经》，地藏就是心地，藏是寒藏，说你的心地寒藏着，就是地藏菩萨，他所做的都是你心地所寒藏的。心地法门，其实很多的小册子啊，单独解释解释的心地法门，就是心地。自地就先把你心练好。常常使你心一尘无不挂，万法皆空，这也静心了，清净嘛，什么都没有，不但呢没有，善法也不存在的，善是对着呢说的，没有呢了，善法不存在的。就这个含义，先把你心自理好，怎么样来锻炼治你这个心，使他的大悲大智继续增长，放出无量光明，把你本有的所有的无漏性功德把它发挥出来。现在不是迷了，不是迷了，诸位的菩萨刚刚觉，不是这么深的，还得修四十一个位子，经过四十一个地位，十住、十行、十回向、十地，在《华严经》多一地，十一地，其他的经论都到十地，《华严经》讲十一地。这个时候善巧方便生出智慧，观空观有，有是随众生缘，观空是随着自己的性体，体性是空的，这时候是你真正的修行，这叫真正修，入了住的菩萨，你这菩提心修行是真正的修行了。巧观空有，生如来家，就生佛法家，随俗体的缘，但不是单纯随缘，怎么的随缘呢？
真虽说，佛法在世间，不离世间觉，觉随熟地缘，真谛随顺熟体。这时候成就你般若的智慧，般若智慧就是心不动念，有智慧过，心不动，心不动。若无声毕竟空性啊，心藏时候空无相无愿，在无相无愿的时候，心空的时候，只观双运，观一些法，在法上不起分别妄念，这就是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时候，照见五蕴皆空。但是呢，缘并不坏，不坏缘才能依着法性的离体，随众生的缘。但是心不颠倒，心不生倒见，觉不起邪啊、魔呀、外道啊，凡是破土的心的，一律不起，不起这个念，不是有这个行为了，到了行为上那就错得很远了。从法王教，一切依着佛所教导去做。前面九座都是观空的，你观空的得了无生心无法，一切诸法无生，无生心，这是最上的，这叫得到佛给你灌顶。这就住了，住如来总相，应运而起行，应运而起相，应运而起回向的相，完了应运而入了初地菩萨，到了初地菩萨再发菩提心，那个菩提心跟这个初住的菩萨发菩提又不一样了。等讲到那个十地品，讲出欢喜地再讲。这个我们是大量的这么解释了，对，要是开阔的了，讲的太浮泛了，我们大家可能够，这得多深入学教理的人才能接受。这个是在这个华严义上说呀，很根本的，很根本的。前头是方便，从初住发菩提心，从发菩提心到究竟成了佛果，这是真正的为真佛子。第一个，他不退，他没有任何顾虑，心里空的。咱们顾虑太多了，一看哎呀咱堕了三界去，一看还想到哎呀我又犯戒了，去求个忏悔去，一会儿心里又跑了，因为咱们心不住啊，这个住不住就说心呢，你心定不下来呀、啊、不住。在这个初住里头讲的很多的教义，那他这个什么四教五教啊，什么显首天台啊，来自微识啊，显首是本门了，
其他的他都来引证一下，这个得深入教育里的。那在河南一个把它开阔的广泛一些，嗯嗯，完了还拿魏石讲六离合石，讲这个问题，讲这石柱问题，这个咱都把它撂过了，不是撂，咱们就拿华严经讲好了，不要去那么引证。对，嗯，现在还讲总性，嗯嗯，还有习总性啊、性总性啊、道总性啊，啊，这解释就多了。现在我们就一直重来讲啊，像第一个发心重，什么叫发心重？什么含义？那刚才不讲了十重吗？第一个发心重就是发菩提心呢。嗯，法会菩萨给大家讲就讲这个十重，说佛子啊，云何为菩萨发心重啊？此菩萨见佛世尊，形貌端严，色相圆满，人所要见，难可知喻，有大威力，毁见身中，毁闻即别，毁听教戒，毁见众生受诸拘苦，毁闻如来广大佛法，发菩提心求一切字。这是法会菩萨从定起来主要就说这个法门，说十住法门。这些讲的呢，发心必须得有缘呢，你发心是不是因呢？你这个因没有外缘处成了，你怎能成功呢？成不了功。比如说我们说修大殿，这只是发心呢，得有缘呢。第一个缘就得有人捐钱，没得钱能修得起吗？嗯，有了钱了就把大殿修起了，修不起来，必须还得有人支配这个钱。怎么修啊？头两天如来法师在太原到北京到设计院，你没修单还得先画个图吧。拿这个例子，你想啊，你修行啊比这个困难的多呀。那世界上修个像修个庙，嗯，比这个困难的多。这成佛啊，比那战场上作战还厉害。自信跟自信打，敌人在哪儿？敌人就是你自己，两方面都是你自己，就这个仗很难的打呀，也打不清楚。你的善心跟你恶心，你守戒跟你破戒，你心里想净想空，它就是空不了。一下这个妄想来了，因为那个事也来了，空得了吗？都是在你自心里头。我不会点一下子，我每个道友都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，日天跟他打仗啊，一个懈怠跟个精进就在那儿打呀。哎呀，身体太疲劳了，我该休息一下吧，来请个假吧。咋请啊？说有病了，这就装病号的特别多。但是这个就是假的，咱用小点来引证，不说这些个，从经的正文呢，你没法进入。你修道，跟你那个不想修道，因为什么呢？修道是很痛苦的。一个人
家派你去做不愿意做的事儿，你苦不苦啊？比什么都苦。你愿意做的事儿不能去做，你不愿意做的事儿啊你必须得做，这是斗争啊，这是苦了。下面一个县要去攀援五岳，攀援四间警戒，攀警戒。哈，另一个县呢说不能做呀，我是修道的人，我要成佛呀。这两个歹米心里头就打起来了。你劝都没法劝。问自己心，就是咱们所说的七上八下，七个要精进，八个要懈怠。你说每一件事物上头遇到了，你的心呢住不住了？咱们保持一个信，让他能够不退，往前一直根据自己所信仰的往前去做，能有这么个固定的心，能够达到发心做，不等到你现在就发心。我虽然没有发心诸位啊，我现在有发菩提心，我要利益众生，我要行一切诸菩萨行，我说万善奉行，一没有没有做，哪管一点小呢我都不去做，所有善事我都满足去做。你锻炼，锻炼什么是万善呢？不是一天跑社会上去做做好事儿去，不是这个意思了。你那个心境，坐这的，先把心练练练练，沉静下来了，让他什么也不想。完了，打开经本，你要修《阿弥陀经》的，修极乐世界，求往生的，就念佛。如果其他念头来了，用念佛的念头把它打出去，把别的念头打出去，也是作战呢，作战。说我心很散了，那佛教的方法也很多啊，对着散的方法，你把净恒本背熟，你再从早到晚上，一天都那140愿，你超不脱的，里头都有，每一句背一个，每一句记一个，你出门上下路，斜路弯曲。你在那儿来走拐个弯儿，你也念呢，那是邪路，你走的正路，你上台阶下台阶。如果你把140愿背足了，一天脑子里全是文殊菩萨大智慧，久而久之你自然就信心成就了，你入了住了。这时候你依着文殊智慧的教导去发心，一发心就发心住，就住在如来家，学着善财童子五十三禅，他就是这么之来的。你大家，我们这里好多读华严的，五十三禅都读得很熟了。他在府城东见了文殊菩萨，发心，当发心。完了善财文殊师利菩萨叫他穿一三禅，那里也没他受戒，也没有受五戒，也没有皈依三宝，也没有什么菩萨戒了比丘戒了，都没有。他穿一位入一位，穿一位成一位，就从实住。文殊菩萨一见了文殊菩萨，实心就具足了，穿德云比丘开始，他就发菩提心了，这要即身成佛。不要把我们自己看成了业障很重，我们经常听到道友说：“哎呀，我业障很重啊！”我让他拿出来，他拿不出来，业障重拿来看看吧，拿不出来。什么是业障啊？根本没有。
这种观念呢，如果是我怕别再造业了，业障很重，但是这学华严的不可取，不要这样，我没得业障，我就发菩提心，菩提心把我业障都消了，得有勇气嘛，就想菩萨的智慧，想菩萨的圣洁，比想业障不是好得多吗？一样用心嘛，何必想那个心呢？勇往直前，学文殊的字，学普贤的行，学华严的，你的心量大一点，别把自己局限的小的不得了。在普罗寺就看见普罗寺了，就看一个山西，就看一个中国，就看这个小小地球。坐航空说到月球上旅游一下子，到火星上旅游一下子，看看地球什么样子，看看世界什么样子。啊，咱们做的可不是这个。咱们打开华严经看看那个境界，可不是咱们一个小太空，无量无义的星球。你心量放大一点，别把自己局限得很小，一样修行嘛，一样用心嘛，为什么不修大的呀？嘀嘀咕咕在那小的去做，也做不成。一天不是犯唯一了，就犯戒了。大戒不犯吗？那小戒不断了。没有什么个破，没有什么词，经常观自己的本相，自心正念真容。学华严的得有华严的气派，这就是华严的气派。如果你的心量这么大，什么事都没有。我说什么事没有，就看破放下自在。我自己局限的很小，什么也看不破，那就谁也放不下了。你放不下怎么提得起来呢？看破放下自在，就念观境都很好，看你怎么用心。如果你将来快了，我们就快学到这个什么了，金刚品学完了，我来先把心静一下，说我散乱多，散乱多就把金刚品，你走，哎呀，我今天把这个偈都忘了，一定把它提了起来，就把这意思140愿，你念每个愿，你感想啊，文殊师利菩萨加持我，念每个愿就，吃完饭了，饭食一起，当愿众生所住皆办，具足佛法，我所做的全是佛事，全是佛法。你吃完饭了，你发这么愿，四句话嘛，耽误不了你一分钟，你作业就可以了。你能把净品都做了，那就是文殊师利菩萨告诉你，善用其心。那就是智首菩萨问怎么样能成佛，他问的好多了，你，咱们讲过了，大家也都知道了。怎么成佛呀？就这样一天用心，善用心就成佛了。不是，这是华严主要的。现在我们讲的发心咒，有这样的发心，才住得住。咱们住不住啊？咱们叫什么呢？毛道凡夫。小小一点风，把你吹的不晓得吹到哪里去了。一点警戒风，说那几个不好。你根本没这个事儿，那道友他故意找你麻烦，给你反一件说你坏，怎么坏就坏，心里想着想，你根本没有，如果你满不在乎，谁在说说说说，心里清净的，坦然，什么都别往心里去，听着两句话就哭了，特别是女道友，耐哭得很，心量大一点，放开一点，学华严的没有这个气派啊。没有这个心量，你学不了华严。
学坏你就心量大一点。好了，今天讲到这里啊。孟参老和尚，1915年7月13日，生于今吉林省白城地区。1931年，在北京房山县兜率寺出家，一生学通显密，教通八宗，畅讲华严，力弘地藏，虽蒙雷泄之灾33载，弘法心志未曾稍歇。于2017年11月27日，在大陆五台山安享世纪，享受103岁。感恩孟参老和尚一生演说大乘，少龙佛种，缅怀风范，祈愿老和尚早日乘愿再来，慈悯度众，利乐有情。有佛法就有办法，像有太阳有空气一样，生命电视台的存在对于这个世间对痛苦的众生是那么重要，所以希望大家多收看生命电视台，多护持生命电视台，将佛陀的教法深深地去思维，运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。护持账号19965232，19965232，户名生命文化基金会。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台南分会果冻花课程，日期4月23日星期六正式上课，欢迎请提早报名。报名电话06271-6616，06271-6616，地点台南市永康区永大路2段345号。当日原定共修课程暂停一次，敬邀菩萨参与熏习，同沾法益，共沐佛恩。配合防疫措施参加共修，敬请佩戴口罩，量体温。慈悲置业高雄中山书坊4月30日星期六上午9点开始，八关斋戒、护生暨慈悲施食，恭请湛山法师主法。下午1点半佛学讲座，讲题顶戴弥陀，随缘复感，恭请天宽法师主讲，地点高雄中山书坊，高雄市新兴区中山二路472号7楼，下旋电话07221-2323，07221-2323，敬邀菩萨参与熏习，同沾法益，共沐佛恩。配合防疫措施参加法会，敬请佩戴口罩。皮皮虾的果报。皮皮虾学名虾蛄，又叫爬虾，俗称皮皮虾、螳螂虾或赖尿虾。黄太太非常喜欢吃皮皮虾，每到皮皮虾上市的季节，她都会大量购买回来料理，而且每当宴请亲友时，她也会做上一盘皮皮虾来招待大家。大家快吃吃看我做的皮皮虾。你呀，从小就喜欢吃皮皮虾，都这么大年纪了还是这样。不瞒您说，皮皮虾我还真是百吃不厌啊。嗯，味道很不错哎，难怪你会这么喜欢吃。你这皮皮虾是怎么做的？嗯哼，其实做法很简单，主要是皮皮虾要很新鲜的，我可是一大早就去海鲜市场亲自挑选买回来的。黄太太，您来看看我这些皮皮虾，都是今天刚从海里抓回来的，很新鲜呢。嗯，今天的皮皮虾的确很新鲜，我买一些好了。好，好，不新鲜的虾哪能入你的眼啊？哈哈哈，你真会说话。皮皮虾最简单的做法就是清蒸，先把皮皮虾洗干净。为了把皮皮虾洗干净，黄太太会用毛刷来刷洗皮皮虾的腹部，由于刷的时候太过用力，经常会把皮皮虾的腿折断。为了保持皮皮虾原本鲜甜的美味，黄太太会残忍地直接将它们活活蒸熟，而且在蒸煮的过程中，
甚至还可以听到皮皮虾在锅内拼命挣扎，撞击锅盖的声音。哇，这味道可真香啊！怎么样，这种做法很简单吧？哎，难道你没想过这样的做法对皮皮虾来说太过残忍、太过煎熬了吗？残忍？我并不觉得。你想想看，你用刷子刷皮皮虾的肚子时，它们感觉多么的痛，它们的腿也因此会被折断。而且当它们被你放进锅里，活生生地被蒸熟，那种感觉得多痛苦啊！皮皮虾不就是让人吃的吗？你这种想法很不对啊。我们不应该去杀生害命，那可是会遭受恶报的。我才不相信什么因果业报。黄太太对于亲朋好友们的劝告丝毫没有放在心上，依旧我行我素，仍常常到市场买皮皮虾回来料理。真好吃。吃饱了，我该去睡觉了。回到房间后，黄太太才刚刚躺下，她的先生就隐约听到她哭泣的声音。当她去卧室查看时，只见黄太太趴在床上，双手举起，腰向上弓起，样子就像是皮皮虾一般。老婆，你是怎么了？我好苦，好渴，我浑身都好痛，连手脚都好痛。老婆，老婆，你到底是怎么了？我不能跟你走，我放不下我的家人啊。老婆，老婆，你快醒醒啊。我不是你老婆，我是他前几天被活活蒸死吃掉的皮皮虾。啊，这怎么可能？难道老婆被皮皮虾附身了？我在锅里受了多少的苦，又烫又热，我口渴死了，我死得不甘心，我要喝水，我要喝水。好，好，我去倒水，弄水给你喝。王先生觉得事情严重，于是便请来两位修行的亲友，陪他在黄太太身边恭诵地藏经。师兄，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我也不知道，我老婆半夜就突然变成这样，怎么回事？哎呀，哎呦，啊！黄师姐这是被皮皮虾的冤魂附身了。天啊，那现在该怎么办啊？事到如今，我们只能替黄师姐哀求忏悔了。我们一起来恭诵地藏经，回向给那些死去的皮皮虾往生极乐净土好了。现在也只有这个办法了。那我跟你们一起诵经回向。大家一起诵读了七遍地藏经后，黄太太才醒了过来，对刚才发生的事全然不知。咦，师兄师姐，你们怎么都来了？黄师姐，刚才发生的事你一点都没印象吗？刚才发生了什么事？我怎么一点印象都没有呢？老婆，你刚刚吓死我了，刚才你被皮皮虾附身了。啊，被皮皮虾附身？你是在开玩笑吧？师兄没开玩笑，黄师姐，杀生是会遭受恶报的。是啊，多亏我们及时为你诵经回向，帮助那些皮皮虾往生极乐世界，否则你恐怕会有性命危险啊。啊，这是真的吗？从那之后，黄太太渐渐相信因果，也深知万物生命的平等与可贵，便从此开始发心吃素念佛，一直到现在，甚至影响她的先生及家人也经常跟着她一起吃素。